自己的同伴也能痛下杀手，人要人性吗？哼，像你跟他们同伴，我那厝领跟外伯族将来就没什么交情，我来观察他们的死活。吴春，大敌当前，要分什么利益？难道您真要等到失去一切了后，才来无用的挥舞吗？也是您认为您顶多对外面的千万标将清兵，虽然条条是道，下一标兵有何可怕？我一人就歼灭了整个小队。对啊对啊，无愧领导军，什么都不用怕了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就来比试一下吧，看你承受这个实力。难怪感觉面熟，原来是曾经的手下败将小五祖切鲁。擦塔雷有袭击术，现在未必。哦，恼羞成怒吗？来呀，将你的骨标削过来呀！碎尸！王祖，切鲁，你退下。保护王祖是亲卫的使命，切鲁怎能让王祖出战？切鲁，放心，你退下。王祖，我总不能让您和我一世人吧？放心吧。就算是我部落的武魁，也当是老刁苗疆的血液，在将飞熊死去，何必又要分裂我？团结一心，苗疆定能强盛。又加一个来睡觉的妖杀手，去学堂了！哈！哎呀，草又是我的了！从容虽不在，但愿顺利之意，你就能出手，由不归你。哈苏注意！一出鸟动点手，擦下雷，你用高落。哈！用把集中不惜点用，从容跨出对手不狠，并肩并进。起红袖，红旗惊天，龙蝶扑轰。一招鬼妖，苗疆王祖从容，英气昂扬。啊，酷！将该要抢过来，好戏啊！我杀他！主修，是我输了，不下心了。一出鸟动天，擦下雷银杯。那去吧，继续。提起你的同伴吧。啊！我方才睡过了，不管是一出鸟，也是我北族，甚至其他的部落，当牛拢是老刁苗疆的血。拢是苗疆的子民，咦？要其他人需要解药，从容先过时了。哇！太好了，你也受救了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擦下雷出行。将英文跟随从容王子。